哇，这个巨辣。我还有6个日就过生日了，能不能祝我生日快乐？我是一个初一的，那天没有太长时间看你视频，但是也坚持每天都看完了。我怎么感觉你说的这个全都是错别字啊？这个但是啊，应该是叫我的名字大新，6个日应该是6个月。我是初一的，那天没有太长，应该是每天没有太长时间。这两句话就出了3个语病。OK， 不管你什么时候过生日啊，大新也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大新，你发的走红毯上台领奖的那部视频，穿的西装哪里买的？定做的吗？多少钱一套？我想买过年回家订婚用，麻烦推荐我一下。衣服呢，是我和小鱼在房车旅行的时候，在云南的时候买的。那个西装的牌子呢，叫做七牌。当时买的话不是定做啊，定做的话非常贵，就买了店里面的一套。衣服加裤子加鞋子总共是3000多块钱。所以呢，如果你要去买的话，也可以跟我一样啊，去买一套。哎，不过好像结婚很多人都是租西装的吧？各位先生们好，我是大新。视频开始之前，我先问一下在躺的各位，你们吃鸡肉的时候会不会吃鸡腿？如果会吃的话可以扣个一。好，那这些扣一的朋友们呢，再筛选一下啊，你们吃鸡头的时候会不会吃鸡冠？会的话扣一。我相信啊，我问完这一波之后呢，可能10个里面估计有9个都不会扣一，因为就包含你新哥在内的头的话呢还好，但鸡冠的话呢，我们家自己做之前呢会把那个鸡冠给割掉。所以呢，扯了这么多呢，今天大家看标题看封面点进来的应该都知道，咱们今天要来做一道烧烤鸡冠。这一堆某宝上面买来的鸡冠，49.9元3斤。便宜的原因呢非常简单，因为吃的人不是很多。那其实这种陌生的食材呢，对于大新来讲的话，可能只有一种烹饪方式，烧烤。烧烤的话很简单，只要油打得好，料给的足，它就一定好吃。所以呢，咱们就来看看烧烤鸡冠它吃起来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好，首先我们先简单取一点，因为3斤重的话可能太多了，烤太多的话也吃不完。来，你们看啊，这个就是鸡冠了。真的不瞒各位说啊，这个可能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鸡冠。其实这个摸起来呢，感觉得到啊，中间是有一个类似于脆骨的东西。那首先咱们就把它给清理一下。好，洗干净了，我们再给它穿成串。哇，它这个也不好穿呐，木签子的话有点扎不进去，感觉。钢签的话啊，一扎就透，但是我只有一个钢签了，好像。这个可能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啊，就是签子扎不进肉的。我去。吃，穿了我接近1个小时啊，我只穿出来了10串。我每一次呢都是用这个钢签，然后先把它扎一个眼，再用这个木签给它穿进去。那咱们就直接穿10串吧，这剩下的也就不穿了。主要呢其实也就是来试一下，看看它烤出来之后到底味道怎么样，万一不好吃的话也就浪费了。那烤之前呢，我们再来调一款全新的蘸料，这个呢就比较适于一些它本身不是很出油的一些烧烤。准备的材料呢就是我桌上这6样东西。白糖准备30克，蚝油20克，番茄酱40克，鸡汁4克，往里再倒一点雪碧，倒一点点就行。蒜蓉辣酱200克，然后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这个酱呢就调好了，等会烤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酱料刷上去就行了。那下一步啊，烧烤鸡冠直接蒸气儿。今天呢由于外面在下雨啊，所以呢我们就改到房间里烤，火热之后直接上炉。上炉以后先刷酱油，再来一遍油，哇，这刷完油之后呢立马感觉就有那味了啊。不过这个说实话啊，就感觉有那么一丢丢的像是烤猪皮一样。好，滋滋冒油，我们来撒一点之前调的烧烤料。如果这个烧烤料的配方呢各位还不知道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烤件的视频。接下来呢再刷一下咱们秘制的烧烤辣酱。好，最后再来一点孜然粉辣椒面。
最后再撒一点熟芝麻。好，大功告成。今天呢就不给大家上特写了，因为从上面呢你们应该就能看得出来，这个烤的确实卖相不咋地，所以呢上个特写的话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因为这个特写而跳出去。主要这个东西呢我也是第一次做，那具体好不好吃呢，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试吃时间。哇，这个巨辣，这个没熟。我吃了大概有两口啊，面对这七串烤鸡冠的时候呢，我此时此刻只想说四个字，弃之时迁。只能说我的料撒得非常到位了，但是呢火候没掌握好，它这个烤的有的地方呢已经焦掉了，但是有的地方呢还没熟，一口咬上去那个外皮呢特别像那个猪皮的口感，刚刚咬了一口啊里面还是红色的。所以呢还是应了那句话，视频不看完你永远不知道翻车没翻车。而且呢这个口感呢也不是特别的好吃，所以呢烤鸡冠确实不太适合做烧烤，当然呢也不排除全国各地呢有地方有烤鸡冠这道菜，事情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只能说啊我自己做出来的不是那么的好吃而已。好吧朋友们，那今天呢这个结局呢确实不太如意，所以呢下条烧烤视频我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那个烤鲨鱼应该怎么做啊。好吧，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这条视频的所有内容，如果各位心疼大兴花了这接近三个小时的努力的话，麻烦各位帮忙三连一下吧，感谢。我是大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